我们从江西回到杭州了，老外婆也过来了。开心开心。喜欢吃啥？不要买菜。不要买菜，那吃什么呢？吃什么？吃稀饭。吃稀饭。稀饭还好吃。哎，那我买清淡一点好了。那我们家女儿不让我走，咋办呢？要给老外婆买菜吃嘞。今天外婆第一次来杭州，那我们去买几个她喜欢吃的菜。做个梅菜扣肉吧，然后再做个虾呀，一些五谷杂粮、青菜啊，吃清淡一点，再炒个一到两个辣菜，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来买只烤鸭回家再炸一下。那一斤，哇，很活跃的，这么跳。那老人家喜欢吃五谷杂粮。买好了，买这么多蔬菜、水果、菜啊。看一下炸的怎么样了。哇，这个脆皮炸得很好。来，现在把它放冷水里面25分钟。好香啊，今天的五谷二肉，放点老抽、生抽，点点蚝油，熬一碗肉啊。我感觉今天的梅干菜扣肉会非常成功，今天多蒸一会儿。好多朋友喜欢这款高压锅，给你们准备了哈。五谷杂粮也要开始蒸了。把昂刺鱼炸一下，看一下这个鱼煎的怎么样。再来点生抽和香味，蚝油提鲜，再加点啤酒，水开下入豆腐，荷包蛋也放里面，慢慢煮，再放一点贝壳，更鲜。现在把菜转移到火锅里面慢慢煮，哇，这么一大盘，哇，尝尝鲜，慢慢煮，还有虾，还得放进去，煮起来，蒸起来，生炒排骨来了，排骨已经切好了。青椒，这个菜外婆啃不烂，我们多放点辣椒。来点老抽、生抽、青椒，这排骨太好吃了，我的妈呀！不说了，太香。清炒排骨，清蒸白虾，五谷丰登，清炒长豆角。扣肉也好了，我的妈呀，这块肉！看一下啊、哦，绝！梅菜扣肉，再撒点葱花，吃饭喽！这个是高度酒，但外婆能喝高度酒。喝！外婆，吃，赶快这个肉来！哎呦，这拿一点好嘞，好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我自己来呀，真的。小心碗，小心碗。你这个手越来越长了。欢迎外婆来到杭州。来，我们一起欢迎外婆小区。欢迎老外婆。对，长命200岁啊！哇，这扣肉真的。真的入口即化。嗯，这比上次真的还好。地道吗？咬得烂吗？咬得烂。咬得烂啊。南瓜好甜，香得很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外婆吃鱼的吗？哦，吃菜了，阿姨。来吃点菜不好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
嗯，好吃。嗯，一起来吧。嗯。真的，我又忍不住没干菜，还有这个排骨辣椒的这个汤。饱了，好嘞。吃饱了，好啊！今天这么多菜也吃的差不多了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